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网约车越来越适应时代的潮流，很多家里有车的就做起了跑滴滴的职业。虽然这份工作相比于其他的自由，但是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而这些人中有很多奇葩的乘客，真的是令人难以接受。难以接受的类型分为这三类人：一、爱投诉的乘客。很多司机表示很烦这种乘客，一些乘客坐车会要求开空调，但是开空调这件事司机肯定是不想开的，毕竟能节省很多钱，但是很多乘客就会投诉，就这样司机就会被扣信用分，所以他们很不喜欢乱给差评投诉的人。二、爱取消订单，这种乘客真的是拿人没办法，明明都已经订过了，而且司机已经跑过了，却直接就这样取消订单，让人白走了一次没挣到钱，还多跑了那么远，最气人的是还没有赔偿，真的是太烦人了，可以说是司机是相当委屈了。有一种更可恶的就是司机已经百忙之中跑到这个地方了却取消了，虽然有点赔偿，但是司机宁愿不要也是不想遇到这类人的，可以说是相当恨了，毕竟这连油费都不够。三、不准时定位不准的乘客。还有就是不准时的人也是很讨厌的，明明说好那个点到，却足足迟到了半个小时，谁的时间不是时间呢？又有谁的时间不金贵呢？这样浪费别人的时间是很不礼貌的。司机想取消订单，但又害怕乘客投诉，只能忍着等，可以说是真的很难过了。因此很多司机都不喜欢这样的乘客，也因为这样很多人选择不做这份兼职。